听着滔滔海水的声音。今天的这个风浪有些大，我发现了一个沙滩啊，上面有什么，过来瞅瞅看看，看这个沙大春这个脚丫子在水里走也不嫌冷，这才是真正的沙滩呢，多好看，底下全是石头，你信吗？你们肯定又说不信，肯定又觉得我忽悠你们。小螺壳都冲刷成啥样了，既然你们不相信，那我一会儿就一定要证明一下这底下到底有多少丰富的资源。透明的，好美啊，磨砂的。哎呀，看看这个沙大春啊，沙大春，也真是不嫌冷啊，这么凉的水。这是啥石头啊，还挺好看的呢，捡海捡石头啊，这就是我们村大春兄刨的那个坑，说这底下有石头，让他刨出来好几块，挺好看的。我顺着他坑这坑刨一刨吧。这边的沙滩才是真正的沙滩呢，将来我要有钱，我在这开个发个旅游区，然后你们来玩，一个人收费1000块钱，都给我路过路过抵个面子，我给你们打个折优惠一下，500。超级粉丝呢100，5000人都是这么过生日。为啥咱没钱？因为咱心不够狠，因为咱不够坏。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那你们九州有涨潮了呢？我不用刨个大洞，感觉那个水要往外漫呢，什么情况？我都跟你说山东话了，给大家唠几句山东话吧，唠唠嗑。我去，你瞅瞅这个多好看，太漂亮了这个。真是美的不能搬呀。其实呀，这个大自然才是最伟大的这个地方，造物主。人类都白大呀，人活着短短的一生，每个人每个生命成本就100呢。对于这个历史来说，我最近看外星人比较多，对于这个整个世界历史来说太短了，太短了。所以说这描写的一瞬间，我们可能说他这一次人类生存的这个时代，这短短的几千年几万年，对这个整个历史来说就那么一秒钟。人家都说时间是最无情的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吧。抓了个沙子真舒服，刚爽的，你们永远都体会不到，哎呀，抓下去那一把的时候，那种发泄的力量，那种欲望，哎呀，太舒服了。好多好多这种透明的小石头呀。真好，哎呀，我看看要不要换个坑吧。干海刨坑，中国第一人干海刨坑，别的都不办事。我去，刚才来个狼头，差点把我鞋给冲湿了，我躲了一下。知道这个瓷砖是啥吗？知道吗？这是龙宫里头的瓷砖冲上来了，这是我和龙鱼之间的信物。
他说滑了两下，可能滑了4公尺。哇，好几天大风了，那个台风不是去台湾了吗？俺这边电线杆子都吹折了，吓死俺了。然后昨天你没看见那个整个海港上都黄色的，都是那种沙尘暴。今天再加一步，然后就撤退了。稍微试试吧，都一些小石头，但是都特别漂亮，比较小个头，没有大的，而且都比以前建的成色要好很多。我很喜欢这种破坑的感觉，小时候没干什么，等于天到黄天我把自己买里头来个沙滩浴，感受一下仙气。哎，就是干，哎，就是不加火，就是玩，哎，我就是玩，哎，你们不乐意，还不乐意我多说话，哎，我就是多说话，其实你们就是玩，就是刚，哼，活着一辈子真是，自己快乐一定要。哎呀，滔滔的江水呀。准备撤退了。那娘的，你看今天这个大风大浪，拜拜大家，拜拜。